小伙子，跟着是不是来迎宾的啊？哎，谢谢领导，我就是来迎宾的。我的这里头啊，有个规定，平常应酬比较多，必须要懂酒，而且还会品酒，这是三杯酒啊，能品尝一下子。如果你跟着全部都品对了，我今这里就考虑留用。好的，领导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讲从哪一杯开始吧？你讲从这个开始呗。好。82年的茅台，50楼的，你看对不对？哟，可真的，对呗。好。剑南春，50楼的。咦，写着闷的啊！来，把这一杯尝尝。啊。这个可是没好酒哎，它辣喉咙，这肯定是二锅头了，对不对？咦，这咋厉害的啊，还数准啊，这小伙子真有两把刷子啊！杨秘书，把五瓶好酒拿过来，让这个小家伙尝尝，肯定尝不出来。嗯，好的，局长，我去就来啊！快点回来呀！啊，嗯。哼哼，小伙子，把这个尝尝。味道么样子啊？哎呀，领导哎，我等你讲哦，你这是瞧不惯我吧啊？女的有23岁了。怀孕你有2个月了，而且呢还有一些妇科炎症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哪位？你中不中啊？你刚说话的啊？你刚我都等你拿货名字了啊？你哪位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跟着要是不来住我就把这乡下的老头子是哪个，我讲出来。你本领去找。